午安，欢迎收看坂田战法。前两天哦，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说，大概我在前两天以前，大概前三天左右，我突然把股票全部都出光了。我当时跟你讲得很清楚，我说今年的股票市场哦，它是一个长多的格局，但是政府呢不愿意一个月以内呢，让所谓的股票市场呢在这个地方把一年行情走完，他希望每一个阶段涨完之后，然后呢经过一个换手，那换手之后再上涨。上一次台北股市在急涨之际哦，那其实政府有出来做一个干预的动作，只是各位可能不太清楚。那当时这个地方在所谓的一个2月27号的时候，政府跟你讲说，我们的国这个所谓的金融的营业税、营业税哦，从2%调回5%，台北股市马上从8647直接跌到8554，跌了100多点，三天就快速拉回。然后呢，拉回了之后呢，你又看到两个人，一个叫财政部长的张盛和，那一个叫金管会主委啊，那这两个人又出来说话，他说股票市场不要看一两天，那是要看长期的。那接着拉回之后又再创新高哈。同样的，在前几天发生两件事，我一直跟各位讲为什么股票先走，但是我先讲明啊，最近开始我又开始站在买方了。那前两天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讲股票可以先走呢？除了技术面本身它出现的这根叫做多空头交易线，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拉回修正走势的图形，好，它是一个整理图形。那第二件事情，我跟你讲说，政府呢，调查局呢，现在去，应该是说搜索啊，搜索2353的宏基这个内线交易。如果你是政治面比较敏感的人，你就知道说啊，这个地方涨太多了，要回来休息了。那再配合立法院学生的攻占，那政府在这边不采取强硬的动作，或是放任啊，先缓和这些所谓的攻占的这些学生，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股市是应该要回的。但是到这几天哦，我就开始站在今天开始，我特别今天开始是站在买方了哈。那为什么站在买方？我从两个观点跟你做分析。通常我们讲影响股价的变数有很多，比如说有基本面、有技术面、有政治面、有经济面、有筹码面、有什么消息面，很多很多。但是影响股价的长跟短，它就非常明确了。能够影响股价长期波动的、长期下跌的、长期上涨的，那一定是经济因素。比如说现在的全世界开始经济恐慌、经济萧条、经济衰退，那股价跌是时间非常长的。那如果说今天比如说哪一国的领袖被干掉啦，或是在哪一个地方这发生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学生攻占立法院啊，或者怎么样的街头的爆炸案啊，其实这种政治的事件，它的影响的幅度、它的时间会很短的。各位，我先把这些投资的观念告诉你，就是希望一起跟你分享投资的价值跟所谓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所谓观念，那你能够清楚了解，你在股市里面才会成为最大的赢家。2014年，我一直跟大家讲，只有三件事情要做，哪三件事情？第一个，2014年你一定要学会明星产业股来做一个换股或是操作的动作，一定要在今年来讲，就是这两个主轴，一个就是换明星产业股操作，或是操作明星产业股。那如果你问我说什么叫明星产业股，有这边的答案都有告诉你。2014年台股的形势力，全部告诉各位的都是直接的答案，哪一些股票在这个阶段要涨，哪一些股票在这个阶段不用怕。各位，前两天哦，从今年的1月16号开始，那时候日本的东京展开始，我就告诉你 LED 股票是长期的，是乐观的。到前几天所谓的一个政府呢开始抄宏基的时候，我把所有股票出掉，我就跟你讲暂时避开。那这两天有大跌的时候， LED 就是在我的投资组合当中要重新进场的。但是我进场买进了 LED， 它这一次我选择的标的是它是在1月、2月公布出来，是在所有 LED 里面最赚钱的公司，成长比例最大的。那这就是我选择的 LED， 那你可以去参考看看。当然讲哪一支就不方便，因为我前两天这两天才买的，那明后天再给你看说它又涨起来。所以我讲的观念是希望说，在三月份为什么前两天 LED 在这边回档的时候，很多人跟你讲哇可能又看坏或怎么样，我说你真的不用怕。为什么？从月初的一个长春国际照明展，接到台湾最近即将举办的3月20到3月23的台北国际照明展 LED 的科技照明展，到月底还有一个法兰克福的国际照明展，各位这些都是题材，你真的不用怕。
我讲台北股市，如果你有空的话，你现在准备好一支笔一张纸，我觉得这个东西提供给你，你把它记起来真的很有帮助。哪一个东西呢？来看现阶段操作的一个重点有五大要领，你可以把它记起来。这五大要领是什么？股票本身一定要具备这五个题材，第一个叫做题材，第二个叫做业绩，第三个叫做基期，第四个叫筹码，第五个叫做产业。这五大要件、五大要领，你把它记起来：题材、业绩、基期、筹码、产业。那我再给你做比较内容详细的说明。什么叫做题材？盘面的利多题材，它就会带动股价的持续上扬。比如说最近比较热门的，像3006的金豪科，有没有？3006金豪科，它的题材是在整个的一个所谓的穿戴式装置的引爆，或是平板电脑，或是在这边所谓互联网、物联网直接的带动。那这些所谓的在 IC 的部分，像这金豪科，它就是一个最大的利基，它就是一个题材。那接下来还有什么题材？我都一个一个给你看哦。我把今天的资料带来给你看啊。像这个3006金豪科，来，我给你看啊，这个就叫做题材。来，像这个美林论坛看好的行动装置爆发，好，这在今天工商的 A3 版。那这里面互联网云端将更加蓬勃，那 Intel 力拱所谓的平板电脑，那和瑞雅去年获利就大增，那然后呢，热门题材股会落在谁身上？第一个3006的金豪科，啊，因为金豪科就是在所谓的一个互联网、物联网或是所谓平板电脑这个所谓的这些所谓行动装置的爆发，它就是最热门题材。再来最热门题材是谁？356的和瑞雅。为什么？因为这种接下来这种不管是什么互联网、物联网，这个行动装置爆发，还有所谓的这个消费触控，现在所谓的行动装置爆发，大家不管用互联网、物联网或将来网购啊，这些全部那个所谓的消费性的一个电子产品，像 iPhone 啊，或者像所谓平板电脑，全部都用触控的，所以在触控 IC 的部分，它也是大大的一个所谓升级，也是大大的出货增加。那你今天看到所谓的工商第三版，它讲说和瑞雅去年的获利大增三倍，今年出货更将胜于去年，所以你可以看到都是在涨这种股票356，好，356，好，那你知道都是在涨这些股票，而且这些转折都是从低点开始起来，它都开始转折这种股票。那接下来呢？那接下来就是32位元。好，32位元的一个所谓微控制器，为什么是32位元微控制器？因为所有的平板电脑、所有的智慧手机、所有的这物联网、互联网这种所谓的一个行动装置的爆发，全部都要使用到所谓微控制器。微控制器就好像一个小的电脑一样。过去我跟各位讲啊，国内有一家叫6202的盛群，它也是做微控制器的，它也是做微控制器的，但是它的微控制器做几位元？它是做8位元的。现在的微控制器一直往上走，随着功能越来越强大，比如说8位元、16位元、32位元，现在顶级到32位元。国内只有一家，叫做所谓的新唐，4919的新唐，它是做32位元的微控制器。那大陆的所谓微控制器呢，三月起将强劲爆发。在大陆整个的一个三月开始的 MCU 呢，就是叫微控制器，三月起强劲爆发。各位，你懂这些吗？你一定不懂。那4919的新唐有没有看到？今天盘中的时候是不是有出现急拉的动作？这是懂专业的人他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从这个所谓的第一个，他会先涨金豪科，第二个会涨和瑞雅，接下来会涨新唐，491932元微控制器。我们来看看这档股票基本面，4919的新唐，它是32位元的微控器国内的最大厂。它的毛利率高达了40.4%，外资连续买了9天，好，外资连续买。现在很多轻薄短小股票，你可能不，大概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有一些人他知道一些专业，他就偷偷一直买。像过去，像最近啊，比较热门直接买的，像这个所谓3006金豪科啊，像今天我提到的这个所谓356的和瑞雅，或是在这个地方4915的一个所谓的智深啊，外资在这个地方昨天买了6000多张。投信买了大概2000，投信还自营商买了2000多张，总共买了8000多张。各位，4919的新唐，它是做32位元的国内最大厂，毛利率40.4%，外资呢买超连续9天。好，我把外资给你看，我都拿事实证据给你看，就是说真正有专业的人士，他都会做题材的股票。好，外资，你看啊，你看啊，这个是自身的哈，外资大买，有没有看到？来，我们请导播看一下哈，这个地方你看。
外资大买自身，然后4915的新唐，4919的新唐，你看外资都在大买，有没有外资在大买？我没有预设任何立场哦，我只告诉你一些专业的观念哦，很多东西是专业的观念。然后呢，这个大陆小家电用的一个微控制器，3月起开始强劲复苏。然后呢，物联网跟穿戴式装置呢，这种超低功能呢，一个所谓微控制器呢，业绩将预估成长50%。所以我开始跟你谈这些观念的意义是什么？我希望操作股票你听我的话，那从事产业的研究开始，最近操作股票把这五个记起来，真的对你很有帮助。第一个是什么？题材，第二是业绩，第三个基期，第四个筹码，第五个产业。题材是什么？为什么要做题材的股票？因为盘面的利多这个焦点会让股价的题材呢，会支撑它股价的持续上扬。因为有利多题材会支撑股价持续上扬。第二个业绩有什么重要？因为营收会支撑它股价的发展。你只要看到现在赚钱的公司，这个所谓的营收很好的公司，它股价都特别强劲。第三个是基期，这会保护拉回的风险。如果你基期比较低，那大盘碰到大的风险，那它会保护你。所以有的时候冲太高基期的股票，没有题材的，没有营收的，不要去玩。那如果说在大盘整个拉回的时候，低基期的股票反而会成为一个保护拉回的风险。那筹码是怎么样？法人锁定的筹码定将强势。法人锁的，就像我刚才不是跟你讲吗？你看4919的新唐，外资也在买。你看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讲说自身好了，4915，我记得好像是4915，自身你看外资也大买，昨天买了6000多张。你看到这种法人的股票，它都特别强势。再来产业，产业会支撑股价的利基。各位，为什么我常常跟你讲，我的节目跟别人不一样？我跟你谈都是一些，像是做营业，像是做这种所谓研究员，或是像做这种所谓做基本功，或是像做这种所谓产业研究的动作，其实从这方面去出发啊，你才真正能赚钱。台北股市2014年最重要三件事情，我再重复强调一遍哈，希望你把它记起来。最重要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2014年你一定要懂得换明星产业股来操作，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一定要把2014年台股的行事历这一张的表格把它放在身边，因为每一个阶段涨什么股票，它都会清清楚楚告诉你。下个阶段回到现场，我会开始用这张表格告诉你要买的股票，一个一个介绍给你看，再把我买进的证据拿出来给你看，那你就知道说，在2014年台股的行事历有多么重要。那第三件事情。这是坂田战法的首篇，这是第一集，这是坂田战法的第二集。前几天我跟各位讲说，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叫做所谓的空头交易线，告诉你大盘会拉回，你可能不相信。当时我跟你讲说，大户都站在卖方，你要跟着他站在卖方，等到将来拉回到低点，你再做买进。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要开始选择站在买方？我直接跟你讲答案，为什么？你来看这个东西就知道了。好，我把移动平均线拉出来给你看，因为这条叫季线，只要大盘跌破月线到季线这中间，好的股票你就开始准备要布局了，因为它是一个转折区，好，转折区。那这三件事情你一定要做好。第一件事情，2014年三大的要领，来，一定要学会换明星产业股操作。第二件事情，2014年一定要把握台股的行事历，这份珍贵资料一定要记得把它放在身边，因为它真的很重要。想要索取这份珍贵资料的人，我们免费无限的提供，你一定要把它放在身边，然后再从这份珍贵资料里面去找寻股票来操作。第三个，坂田战法的教材，只要你愿意跟着我们的脚步加入我们行列，将免费全套的送给你。那下个阶段我就会从技术面直接切到所谓的2014年的题材的股票，该买哪些股票，然后拿出证据给你看。这个阶段你握有这份珍贵资料的时候，你去买的股票它的表现如何，下个阶段回来我们公开验证。そうだね。ほら。わお、庭すごい。そうだね。ちょっと待って。ちょっと。買ってもいい？いいよ。台北湾系列，江南大宅。
2800-9898。干巴的哟。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我回来喽！今天又传出一起，你洗过手了吗？洗过了。换衣服没？换过了。流行期间，家有5岁以下婴幼儿家长应提高警觉，观察幼儿是否发烧、手脚有无红疹，或是口腔出现水泡。如果家中幼儿感染肠病毒，而且出现嗜睡、呕吐、抽搐等病症，应立即转送大医院治疗，提高警觉，战胜肠病毒。卫生署疾病管制局关心您。欢迎再度回到坂田战法的现场，来注意听哈、哦。现阶段啊、哦，台北股市哦，短多的格局哦，它有被破坏掉。那因此呢，在选股在操作的难度上，它一定会增加。但是在整个重点的主轴跟题材性的选择没有任何改变。各位，这个地方选择有题材的股票，那么它盘面的利多会成为它的一个焦点，它会支撑它的股价上扬。像我跟你讲的，像4915的这个自身啊。像这个3006的金豪科啊，像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和瑞雅、啊，这些都是这种所谓有题材的股票。那第二个，我跟你谈的是业绩的观念，如果营收有成长的、暴增的，这些都会成为支撑股价的一个作用。那第三个基期，如果说大盘在狂这个所谓的拉回过程当中形成重挫，那往往一些底部起涨、产业反转、基期刚刚起来的那个就会特别受到保护。那最第四个是筹码。只要是法人大买强势锁定的这些股票，一定格外的强，像什么自身啊，像这个金豪科啊，众多法人在一直买的。最后是产业，产业是支撑股价的一个利基，最后是一个产业。所以你往这五个方向走，这也是我今天要提供给大家说比较重要的观念，你好好把握。好，接下来我们就谈重点。2014年讲说换明星产业股操作，那把握2014年台股的形势力，这个地方就是主轴喽。开始我们就讲说，从1月、2月、3月这一路操作以来，所有的股票我都拿出证据来，最近在买哪些股票，公开验证给你看。每一个时间、每一个阶段都具有代表性主张的股票，会涨的股票，那么这个我们称之为主流。每一个时间、每一个阶段具有代表性会涨的股票，我们称之为主流，那就是盘面的热门焦点。各位，这是我买进的证据给你看。LED 2486的一拳19.85布局买进，好，19.85布局买进 LED 的一拳，2486 LED 的一拳，好，我就在这边给大家看，那你就看到说我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些股票，其实都是来自什么？这份2014年，都是来自这份2014年台股的形势力，这份重要资料里面的股票，好 ，LED。从月初到月底都有，这是 LED 今天一拳24.35锁住涨停8142张，没有买到的股票，好，没有买到这个所谓的没有买到这个2486一拳有8142张买24.35没有买到，但是各位，我们带着会员19.85就开始买一拳，为什么是 LED 的2014年这份珍贵资料当中告诉你的？明星产业股我也一直讲非常清楚，好，让你公开的验证这些所谓会涨的股票也好，这个产业的股票也好，你可以看啊、哦、第一档我跟你介绍是一拳，来，再来
我讲都有动作的东西哦，啊，不要说我今天没有动作跟你乱讲哦，拿证据来，不是只是每天在那边划 Black Can 都讲热门股票来。4915的自身法人概念股，30.4到30.6定价承接，建立基本持股。4915的自身啊，为什么要选择自身？我跟各位讲过，在这个阶段当中，在所谓的下个月开始，很多的一个穿戴式装置也好，或是很多的触控也好，很多的这种消费电子也好，其实哦，它都使用到一些光学镜头，那这些都会带动一些相关族群的概念受惠。4915的就是世基的这个概念。好，4915，各位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重挫106点，逆势大涨32.35，30.4、30.6，啊，这两天8:40就出手哈，那盘都还没开哈。我为什么要证明这个东西？就是证明说，2014年这份行事历所带你买的股票，你照它走，差别在哪里？这个是 LED 里面最赚钱的一家公司，在这一次3591的爱迪生，是 LED 里面。在2月之前、3月之前，那它的营收获利成长最大的一家公司，51%，一个族群获利成长最好的一家公司，它绝对会是未来主流。来，3591的一个所谓爱迪生，今天逆势上涨，逆势大涨，台北股市重挫106点。我把每一个证据都给你看，我在做什么东西？根据这个所谓2014年台股的行事历这份珍贵资料，包含了告诉你一拳。包含了告诉你在这个地方一个一个给你验证，包含了在这个地方跟你讲的一拳有没有？跟你讲的一拳，包含了在这个地方跟你讲的所谓的这个自身，包含这个地方跟你讲的爱迪生，每一个都清清楚楚的拥有它一个所谓基本的一个题材，所谓故事或是营收或是产业。再来，4956的光弘，好，4956光弘 LED 的22块到22块2买进。4956的光弘，来看现在是多少？最高到30块，现在是27.25，这边是22，好，22光弘 LED 的哈，我一个一个验证给你看。我说全市场唯一能带你在现阶段当中利用股价高低震荡获取利益，这就是叫赚价差。来，3035的智元，37.9到38.1，3035的智元，37.9到38.1，这波最高47.7。在最高附近，这些股票我们都没有再介绍，都出脱了，也告诉你这些都是好股票。来，这档股票叫光磊，我说月线连四红，那当时我在这边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它是 LED 的股票，12.5到12.6，然后呢2340的光磊前几天股价创新高，有没有？我说 LED 全面引爆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专利这个东西一定会成为盘面焦点，全面创新高。来，世基网通光纤的股票22.5、22.6布局的3234的光环，好，布局价位22块，前几天跑到27.8，现在还在24.5。这支股票叫世基概念股，叫做智毅，有没有智毅？我说我做了好多趟，来给各位看，这是它今天的走势，好，这是它今天的走势。我要给你看的是一个观念，操作的一个观念。记不记得前一波的时候，在这418，好，418，我跟大家说你可以站在买方。有没有跟你讲可以站在买方？好了，现在这整理的格局，它又回到这个格局了，它又回到这个格局，买点即将在线哈。如果你这两天想要跟着我们操作人，欢迎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哈。那长线的股票，我一定带各位持有。那有些到了低点的转折，我说过，我跟你讲说，转折再起的时候，你要把握这个机会。上一次51多，直接又涨到55多，这是518，那时候这边好像是55多。来，我们看一下，这边好像是55多，559。从518到559，只经过了3到4天，它又跑到51，跑到55多了。那这次又回到了所谓低点的一个转折，因为今年它走的是长多格局，因此在这个地方强者恒强，业绩成长，营收创高，市场认同度高，外资法人会持有。来，智冠有没有？75块2、75块4带各位买进5478的智冠，来你看一看哈，最高到111，来再来。3006的金豪科，39.5到39.6，带各位买进。3006的金豪科今天最高49.3。好，前几天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说，为什么股市大涨你的却跌？为什么操作股票屡战屡败？为什么市场主流你总抓不到？为什么多空方向总分不清？各位，这就在于你产业的观念。跟你的基本功，那我说过了，最重要三件事情，2014年最重要三件事情，第一个，
你要学会换股操作，第二个你要掌握台股的一个形势力，这一份资料真的最珍贵，我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它来自它，所以你要想要把它免费索取，节目中广告咨询专线免费来索取，无限停工。来，为什么您不跟着我们的操作呢？专业用心就等于财富，有需要的人，认同我们观念的人，把握2014年赚钱的机会。那想要加入我们行列，节目中广告咨询专线，欢迎打电话进来，我们也祝福你操作顺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我期盼能给孩子安定的未来。我想给家人安定的依靠。希望靠自己的力量保障自己的生活。只要您符合承保条件，付出少许保费，就可向保险公司投保微型保险，让您及家人获得多一层保障。详情请洽微型保险专线及网址。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关心您。你有消费的疑难问题或争议申诉吗？请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关心您。德国的这个 Vanguard 教授啊，他提出来的所谓摇篮到摇篮的一个经营的模式啊，其实是利用这样的一个生态化的概念。也就是说呢，其实呢，我们将来哈，要让它走入一个所谓的像生态系统一样一个循环型的社会的话，很重要的话就是所有的物质呢，它必须能够回收跟循环再利用。宝贝我们的地球，宝贝我的未来。奇怪，当然要要吃，我都。